永春的特点，永春的特点就是佢系，他是很重视心理的。心理，佢用嘅可能随之粉碎。如果跟他的时候，叶准老师亲手来打一下木人桩，好吧？没有。哎呦！大家不要做这些小动作，其实在练木人桩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这个每一个动作里面啊，感受到力量，所谓的寸劲。咏春拳讲究的是在很短的距离里面发出巨大的力量，你的出拳犹如打在棉花里面，感觉松软，但是呢事实上打到你身上五脏内，万别忘了我们叶准老师86岁的年纪。谢谢大师。